自然疗法心得分享，接下来呢就是要讲生酮饮食。生酮饮食目前在日本、在台湾啊，或者在全世界，都是一个已经很热门的一个话题哈。事实上，市面上生酮饮食的书很多，那么我本身也是用一个用生酮饮食来治疗疾病的一个自然医学医师，那么我有我比较跟一般人不大一样的看法。我把生酮饮食分成长糖、低糖、断糖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哈，我们为什么要吃食物？我们一天要吃一公斤的食物，啊，食物第一拿来当燃料，能量产生热量 ATP。第二哈是细胞修复的嘛，哈，这两个大方向。所以你看我们吃东西哈，就是葡萄糖、脂肪酸、蛋白质三个主要的能量来源嘛，啊，那么葡萄糖很容易被进入细胞，经过胰岛素的作用哈，可是呢，脂肪比较难进入。大家看左下方那个脂肪，通常都是12个碳以上的，葡萄糖是6个碳，所以12个碳以上的脂肪酸呢，你要进入细胞一定要经过这个肝脏，经过肝脏代谢变成最下方的一个酮体，所以说我们叫生酮，就是说你是用酮来当燃料的。那么一般人哈，就是用糖，叫生糖。生糖跟生酮是两个，看起来是两个对立面。我们是认为说糖跟酮哈要同时使用，也就是说，妈妈的母乳里面就已经告诉我们这个秘诀哈，你的基因就是应该要糖啊，淀粉，葡萄糖占50%能量的来源。那么脂肪占40%的嘛，啊，这个在前面也有提过，蛋白质占10%热量来源，这个就是我并不认为说断了糖什么病都会好起来，只是你的糖的摄取啊不能够无限上纲，因为我们人体这个粒线体哈，这个粒线体就是会燃烧葡萄糖，燃烧脂肪酸。氨基酸哈，直接燃烧的不是很多，所以我们不把它列入考量。这个最右边这个就是葡萄糖脂肪酸，经过这个脱氢酶，把氢葡萄糖上面的氢脂肪的氢脱下来，脂呢，氢的质子就跑来这里帮我们充电，然后呢，这个氢的电子跟氧就变成水哈，这个就是我们产生能量的一个方式。这个图就是讲血液中酮的这个分布量哈，你一个人如果你饿了吃饿了吃饿了吃，以糖以淀粉为主哈，好像身体永远都在烧葡萄糖的话，因为我们人体如果你糖够，它就一直烧糖，比较不会去烧到脂肪。所以说你因为我们的糖的库存就是葡萄糖库存，血液里面大概是100公克哈，那么其他地方什么肝脏啊、肌肉啊，叫 glycogen 糖原、肝糖等等哈，它会有400公克，就是说我们一天葡萄糖的库存大概只能500公克，一公克可以产生4卡的热量，就等于是2000公克，就是说你饿一天你就开始生酮了，这样知道吗？啊，一天就用完了。所以一个人啊，如果他5-6个小时吃一次，身体一直在用糖用糖用糖，那么他血液里面的酮是非常低的，都在0.1以下。像我本身吃生酮的人，我是完全断糖的人哈，我的酮体都在1 millimole to 3之间，所以我们叫做营养性血酮化。当然，如果你是饿太久了，饿几个礼拜，你的糖会更高，酮会更高。那么很多人担心酮会中毒，事实上哈，除了这个糖尿病病人啊，长期酗酒啊，哈，第一型糖尿病之外哈，基本上是不会，因为我本身也处理过很多酮酸中毒的病人哈，
这个可能是一个误会，铜是一个好东西，它不是一个坏东西，除非是你胰岛素啊分泌等等有问题哈，才会铜酸中毒啊。我本身做了十年的急诊医师，这个我非常的了解。所以呢，我们讲为什么要一些生酮啊，要第一，它要减少细胞内酸的产生啊。生酮的话就是把葡萄糖当燃料换成用酮当燃料嘛，好，所以说大家看中间这个要这个我们自然医学的轴心哈，要把酸跟自由基减少排除，就是要吃多一点生酮的饮食，不要完全用葡萄糖。那么我们生酮饮食可以减少酸的产生，原因还会提到哈。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产生的酸呢，就用氢气把它排出体外，还有纳米光能热疗、核心热疗，好、哦，可以把，也可以把B 细胞呕吐，把酸跟自由基排掉。这个前面有提到，不过还是再提一下，就是说，我们一个人哈、哦，我们如果是一直燃烧葡萄糖的话，那么燃烧葡萄糖会产生38个 ATP， 6个二氧化碳，38倍6除等于6.33。可是如果我们同时也生酮的话哈，那么一个脂肪分子的脂肪会产生129个 ATP， 16个二氧化碳，那么129倍16除就等于8.06，所以是27%。酮哈它的燃烧效果比糖好27%，所以我们维持一部分糖一部分酮。那当然如果你到了某种自由基啊酸累积太多的情况下，你可以完全用铜当燃料，这个是绝对合理的、哦、所以说我们人呢要吃到好的油，油分可见油跟不可见油，可见油就是你眼睛看得到的油、哦、比方说一罐这个一罐这个 olive 啊，或者是苦茶油啊等等，你眼睛看到的油，这个油一吸吸就是一吸吸，它没有水，没有淀粉，没有蛋白质，就是油，好、哦，叫做可见油。那么有一些油是看不到的，你炒菜的油看不到，肉的油看不到，啊、哦，蛋白质的油你看不到，这个不可见油。一公斤体重哈、哦，如果你只是说你只要健康，你一公斤体重吃到一吸吸的油，就要维持健康。你要吃生酮的话，低糖生酮。大概要吃到2cc 的油，就是一个人60公斤的人要吃到120cc 的好油、哦、所以我们讲油就是 Omega-369 嘛、哦、饱和少吃一点、哦、Omega 必需脂肪酸是指3跟6，所以前面有提过，不过再提一下，就是说我们人、哦、就算不做生酮饮食，不是断糖生酮饮食，你的脂肪的含量哈、哦，一天也要吃到差不多90公克的油，包括可见油跟不可见油。为什么呢？一个70公斤的人，他一天公斤体重要30大卡的热量，就是2000卡。那2000卡哈、哦，如果40%要来自油脂的话，就是等于800卡嘛。800卡被九除。要除9，就是因为一公克的油会产生9卡的热量，差不多就90公克的油，也就是说你吃了90公克的油哈，差不多才能够提供40%的能量。这个就是保持健康的不二法门啊。这个还是讲长糖生酮哦，不是讲断糖哦，断糖是另外讲，我们今天可能不会讲的太多，那是根据临床上病人不同的情况才会给他。像我本身好、哦、我是吃严格断糖，我是不得不吃这样，因为我以前因为工作急诊啊太忙碌哈、哦、常常没有睡觉，最后把身体搞坏了。我现在后来血糖高到1000，糖化血色素13.6，我平常都不吃任何淀粉，就是米饭面食水果馒头包子地瓜马铃薯都不吃。那么我早上就喝40cc 的油，像今天早上也喝的油。那午餐就吃蔬菜，啊，如果有吃肉的你就吃肉，没有吃肉你就是吃一些，啊，干坚果啊等等哈、啊，就是蛋白质来源嘛哈、啊。然后晚餐也就是这样吃，啊，我是完全没有吃
淀粉的人，因为我只要吃一个包子，哦，一个面包，我血糖就飙到500，哦，这个是叫治疗性饮食。我原则上，哦，我虽然建议生酮饮食，可是我认为很多人做常糖就好，哦，因为你可以碳水化合物占40%、30%、20%、10%、哦，就是慢慢调整，慢慢调整。因为你一个人如果不是有特殊的需要的话，你一下子就变成不要吃淀粉，你会很难过，难过到不想活了这样。所以我通常都不会让人家马上断糖这样。那除非是什么精神疾病啊、癫痫啊，或者是严重的失眠啊、癌症啊，我是不会叫人家做断糖生酮饮食的这样。所以说前面讲过，就是我们人好是一部车子，车子呢就是要燃料嘛。那车子要我们这人这一部车子可以同时烧柴油、汽油、润滑油，哦，那么柴油就是葡萄糖，葡萄糖可以占能量50%，汽油就是脂肪占40%，哦，这个蛋白质占10%，按照这个比例来加，我们人体就不会故障，立腺体不会损坏。所以市面上可能中文的生酮饮食的书可能有好几十本嘛，那么大家可以买来看看，像这一本其实也不错。这个就我前面提到的断糖生酮饮食，葡萄糖中毒会让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酸变多，像这个人就是吃太多蜂蜜了，葡萄糖中毒，后来叫他不要吃以后呢，最右边那个酸跟自由基都自己排出来了，还有就是像前面讲的这个情绪障碍也是这样，断糖以后呢就是吃这个油脂，吃断糖生酮饮食，因为这种太严重了，我是叫他吃断糖生酮饮食。大家看最下面那个酸就一直排出来了。所以我们做中道自然医学最重要就是把酸跟自由基排干净。那么少吃淀粉少吃糖会减少酸的产生，那么所以说生酮饮食是我们排酸排自由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。像这一个人，他51岁，长了一个5个癌，肺腺癌长2次，一次开刀一次放疗，后来长肾癌开过刀，后来又长脑癌又用电脑刀，后来又长骨癌，长到肝癌的时候他来找我，他人看不出来有长癌症，看起来还蛮好的。好，这个是我们门诊的时候听打的记录，就是这样。他讲了很多，他第一次来看，哇，尿是8，尿的 pH 酸碱值是8，吸了氢以后呢变成 6.5， 就表示说他的尿是酸排不出来的。结果自由基呢吸氢之前体验氢之前是这样，体验后变这样，就是变红了，表示他平常自由基都排不出来的人。结果呢他大概经过5个月左右就听我的话，就断糖生酮饮食用去带着氢气睡觉等等，他最后尿就变5，就排出来了。他的自由基呢也是排，你看他5变6，他的这个尿自己就排自由基了，吸氢以后排得更干净这样。所以说断糖生酮饮食它对很多重症疾病都有效。那么今天有关这个生酮饮食就是简单的讲到这里，好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大家可以看下面这一集。